印度公开赛第三日，今天精彩了，好戏连台，尤其是男单，石宇奇对阵安塞龙，世界第一，李诗峰对阵李子嘉，世界第二，赵俊鹏对阵乔纳坦，世界第四，上周第三，被金廷超越了。从球迷们的反应来说，持悲观态度，还没开打就觉得要团灭，一锅端。实事求是地说，确实实力上有差距，但这是竞技体育，没有开打就都有可能。赢零场、一场、两场、三场，你觉得呢？今天的比赛国羽集中在一号场地，看来是 BWF 掌握了流量密码啊。重头戏自然是石宇奇 vs 安塞龙，这是石头复出以来首次对战安塞龙，看看石头功力到底恢复了几成。要走得更远，安塞龙这一关必须碰。男双的焦点战当然是图欧复仇蓝线，上一战惨被爆头逆转，场面窒息，大比分领先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今天是要完美复仇。另一对谭强任翔宇对阵小黄人也是相当有看点，二号场地韩月对阵山口茜，凶多吉少，梁王今天任务不重，好好磨磨，别领先就飘飘。李诗峰 vs 李子嘉，看看我们小将能不能稳住，哥哥们可都吃鸡成功了。石宇奇、赵俊鹏、陆光祖，所以风仔自信一点，像昨天打黄志勇一样果断坚定。国羽众将加油，往前一步是八强，冲起来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